就来去，咱来去来去，还是写的华语下。你等我唱了啊，咱来去来去提金针。哦，华语啥？你感觉听不出来？哦，就是就是，啊，你唔讲，你唔是要搞回？就是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咱就是金钟奖入围的啦，对啦，咱总共入围九项呢，对啊，真正是有影欢喜，希望过来的真紧就有好消息啦。嘿呀，啊，甲咱今仔日的来宾甲有啥物关系？奇怪无关系，敢袂使唱歌？有啦，就是嘛是有关系。然后我咧讲，因为吼，咱今仔日来宾就是道南先生哦，啊，所以咧。所以所以咱今天就是要请他来分享，就是做道南先生发生的事情，还有他遇到的故事。哦，所以你也是想要做一集嗨嗨道南先生哦。对啊，这作品你有听到，我现在是你好黑白道南先生。你也这样啊，但是人听到黑白道南先生这没怪了，要怎样？没啦，可能也感觉很趣味的啦。哦，好啦，别乱啦，我们已经开场了，老师等很久了。好啦好啦，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人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欧北边，欧北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挂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事，也够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戴戴金老师，欢迎欢迎，老师欢迎，欢迎，嘉英兄，嘉欢喜，欢迎回来，麦你讲啦，我较英兄啦，你知影我甲老师安怎熟识无？我唔知，好你又看麦。又看卖哦，家里老人识晒，嘛差不多啦，但是是伫咧网络，唔是真正的路啦。哦、我今天是做袂见笑咧，我伫咧网络听一个老师的演讲，甲捣乱，山顶的捣乱。结果我听到今天是呀，我受触鼻啊，我今天做袂见笑，我就去甲迄个班的人讲，你可以使我老师的联络方式，我想要邀请老师来。哦，对啊，结果真正甲老师请来呀，多谢老师无去嫌嘛。感谢老师、哦、来是我的很大的公营没啦、嗯、老师這樣老师因为大家听我在说嘛，不知道我参加什么导览，老师敢要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一个爱讲话爱讲故事的欧巴桑。所以很、哦、欢喜今天你们这少年的招我来这跟你们开讲、哦啊、看要怎么做导览，让你们对一寡咱台湾过去的历史啊、文化啦、古迹有一寡兴趣，对哦，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啦。对、哦，啊，我都跟你讲，我爱讲话，爱讲故事，所以我就四十年前哈，对，四十年前二十岁哈，阿、啊、带我的囝，对，去图书馆做说故事的妈妈。哦哦，这少年，嘿呀、啊，阿姨当真啦哈，我差不多是。今早的做这林老师说故事啦，哦，啊，有囡仔了后，把囡仔带咧图书馆，上盖站在那，袂胖见啦，哎、哦，啊囡仔其他出伊，系啦，熟悉图书馆的迄个人，甲我斗过囡仔，啊囡仔拢听过我讲故事啊，所以袂听我讲，我讲我别人听，哦，所以一兼二个，忙啦兼四个，对。做了怎啊？四十岁开始咧做这种文化方面的这个导览。老师今麦直接进入第一条啊啦！嘿老师，你也先，我先甲大家讲解，就是老师你今麦你倒位服务？已经退休啊啦！退休啊！啊退休在做技工啊！对，啊、我做技工嘛，做25年啊！对，你倒位做技工，爱甲大家讲一下。咱台北二二八馆做技工，台北的二二八馆做技二二八馆，对，嘿啊。台北市有两间二二八馆咯，莫分唔对哦，因为真侪人拢分袂清楚哈。对，一间是全台湾头一间成立的是1997年，1997年，都是伫咧咱即马新光园内底一间。哦，光内底间。嘿，即马改号做二二八和平光园内底一间。对，啊，另外一间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国家级的都是无同款嘛，一个是中央级的，一个是地方级的。对，所以中央级的，这个是咧。台北市南海路54号，南海路，所以老师伫咧国家级别，唔是，我是伫公园一间，公园一间，啊，国家级别迄边啦有需要英语的导览，时阵我那会找我去到三间，英语的导览，英语买通，所以老师三语哦、喔，嘿，真呢，就厉害，台语、华语。英语，嘿，我看你买还要讲日语哦。日语我是够是大客。哦哟，你看，我厉害吧？我厉害吧？
为什么？我客气嘛 ，OK 呢？客气嘛，唔通安尼，老师你温度袂落去啊？我安尼要比你多啊卡。好啊，都广告书开始，过来就去做志工。嗯，做志工就是上好有当广告书的机会吧。对，好、哦、啊，有什么团体啦，哈、啊，不管什么年纪，我拢有这个机会会当讲啊。哦，所以爱广告书就是有这个好处。所以去迄日日不管做志工，敢有啥物条件？我想要报名就可以，欢迎你来。哦，十八岁，我十八岁以上都会使啊。对，好、哦、啊。拜一休馆啊，拜二甲拜七，每一工拢有需要志工来帮忙。哦，所以我家己会使提供我要去多一工。嘿，啊，看你要是多一组，阮有导览组，对，好、哦、啊，有迄、那个卖珠的，卖珠的，啊，佮有卖门票的，卖门票的，啊，佮有即嘛是迄个疫情的期间，所以是无咧招迄个导览的迄、那个飞机，飞机、哦，啊，无是有即个服务的。哦，所以有几下组都欢迎你来。哦。好啦，我找时间报名啊！台中朋友，你若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网站找资料，还是讲打电话，刚才打电话去问。方便，方便，网络拢方便。哦，什么拢方便？啊，老师，你当初是开始做导览的时阵，还是讲你广告时阵，甘就是拍算讲拢要用台语？无呢。因为一开始时阵吼，迄当阵咱嘛是真正惊讲台语有真侪人听无，对，嗯、啊，即台语听无，咱袂使怪迄个听无的人，是，因为台湾过去有一段历史时阵，咱的语言政策去用斩断过，对，像我细汉吼，我若去讲到我的母语，我都爱用去挂一个胸坎一张白啊写，我讲方言。爱花十块，一段历史啦。爱换两种的情形，一种是换什么哩？哒，迄当阵无只大圆啦，我迄当阵一块。我迄当阵啊，过年吼，阿妈和阮五角，阮就痛个要来滴。五角，安尼，所以吼，阮从换两角就是真大条，真大条，真的呢，半年的钱啊呢，这是罚钱。嘿，啊那个。挂个一个，和你较无面子的挂高白，挂这个白呀，对。啊，听讲挂高白，搁爱找迄运动点。嘿，啊，有的是叫你什么什么，什么青蛙跳啦，迄种的方式。啊，对，查甫囡啊，老师可能就较唔敢安尼用体罚的方式。对。啊。所以迄当中的污言秽语是安尼先。刚有人钱拿不出来。有啊，啊，对，罚较久的，徛较久的啊。啊。啊，搁有当时，迄当阵搁有迄个书法课吼，袂记啥毛笔嘞，会安那你知吧？迄老师我感觉是有够过分啦，我拢记个足清楚，无啥一支迄个毛笔，甲你画一片，画一片，啊，无啥迄个砚台哇，搁白一片，啊，啊，无啥迄个纸有无？迄当阵咱讲文房四宝，你安个去查哇？减一项甲你画一个喙手，啊，啊，搁甲你叫你台下顶，安尼互大家看。你看这是不是就咁侮辱嘅？对，我即卖用狗屎，我咧讲，即卖未当，真诶。所以时代无同款吼，啊，咱即卖台湾真正是一个自由法治，啊个诶，人权，人权，对，这是唔是天顶落落来的？真诶，这唔是天顶落落来，这种是先人咧拍拼啦。是是是。所以老师当初是无用台语做导览，啊，后来先啊渐渐，因为即卖大家知影你东西，因为台语导览没关系。哎，无唔少。啊，我感觉台语就是咱上重要的母语，对，是。你英语甲华语迄个声音拢无同款，啊，咱有背音。嘿，我拄仔在咧甲一个朋友讲，干嘛点？即马大家写拢写到一里，下一个一里木啊，一里甘蔗的甘。对，我讲这是干嘛的甘？啊，你干嘛？家你的干嘛？干有干？干嘛点？大家笑到要死。干嘛点？啊，我要卖榴莲甘有。啊，大家就讲我哎，有影呢吼，对，嘿啊，所以我即摆感觉讲，用台语来宣传咱家己上界水的一个母语，会当个好真侪人来想起讲啊，卡早虾米叫做母语？其实母语是上简单的代志，就是咩？囡仔人爱未读书之前，甲老母讲的话都是迄母语的嘛。但是嘛，咱真可笑。但是即摆真侪爸爸妈妈拢去学华语，也是讲阿妈、阿公、阿妈去学华语来甲囡仔讲，但是真正是做无彩的。啊，即摆是有一个补救的方式，就是在学校内底有设一挂台语的课程。对啊，对啊。时间我那也无啥够啦。对啦，希望咱就是搁继续拍拼。所以老师，你即摆今日来遮，就是为着咱继续传承这物件。阮就是要打造一个。和听众朋友伫咧上班上课，还是行路的时阵，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会当互因听。对对，所以咱今麦嘛是咧拍拼，好，咱就继续拍拼。来换你，后一条。好
安尼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就是甲一般迄室内的导览，啊，老师这是做户外。安尼，你敢有啥物较惊的拄着啥物状况安尼？有哦，有当着跳岗，甲你问讲，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哦，你想伊来报名是为什么？就是跳岗要来甲你听的嘛。嗯，是啊。个跳岗要安尼甲你吐槽讲。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你老师要怎样啊？我来讲，啊，你听无吼？啊，你这来报这个导览嘛？啊，你就浪费你的时间啊啦！啊，伊就总啊，你和我讲些在拍摄，我讲啊，无你就拜托边仔的人给你做做翻译的翻译啊。因为我还记得报名有特别表讲，就是台语的啊，台语场嘿。对，因为我看伊面顶毛写，是像你这有写讲，即个张楚导览专程以闽南语为主。哎，听众朋友啊，我会甲迄即个活动的网页打伫咧资讯栏吼，恁再去看。老师，这是日日八卦的一个书籍导览甲人权讲座，我会甲即个资讯放伫咧下卡。面顶都写讲张楚是华语也是台语，嗯，啊，伊特别来参加台语的，佮甲你讲听无，就奇怪，啊，就调讲的，这个甲进前迄。有一个剧团，因都怕讲，因是台文的直播，已经跟你讲啊，啊，伊就是挑工，伊讲伊时间到袂拄好，所以伊就去参加，结果伊也跟你讲，你拍迄直播，我拢看无，啊，就底下写迄来骂，我感觉这嘛是无彩啦。啊，就是即摆人虾米拢会使为反对、离反对啊，乌白乱的一大堆，要插你来，这个你时间。所以就拄到这种状况的，安尼化解。啊，老师讲有迄，就是譬如讲有迄惊惊咧，因为我看这足长的，你惊差不多要30分钟哦。3点钟。哦，三点钟。我跟你，中午个点啊，三点钟。我来，伊讲3点钟啦，我但是我伫个想讲30分钟。差真济好不？3点钟，啊，跟有人惊惊讲，我就听咩？老师会变瘦，老师会变瘦。我一定3点钟来得，会好。两摆休困的时阵，啊，一摆休困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大概去啉水还是放水。哦，啊，休困的时阵，敢有人来跟你乱？袂呢，都和你休困。嘿，我捌拄过有一挂捣乱的啊，就是有人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伊拢无咧听，啊，就是老师在休困说，老师，我问你，你有只讲迄啥啥啥啥啥？哦，迄。啊，那真是等了这个时阵，我讲，啊，你都还无听，是你了去呀？啊，我袂使为着你个电话讲一摆，那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哦，过来参加一届啦，真正是独男成西啦，哦，够厉害。好，老师，请问独男的时阵，咱都只讲嘛，突发状况就是，譬如讲有人想要休困一下，但是讲真正有拄过，譬如讲有啥物，有人昏倒啊，是讲有人跌倒啊，还是讲受伤？太严重了呢。袂歹，我。到目前为止无等过这种情况。哦，安尼真好，真好，真好，大家拢讲平安平安。我之前捌看过有人去迄山顶听迄鸟仔捣蛋，结果就是伊去听鸟仔捣蛋，啊，因为因爬山嘛，啊，伊就起了，伊无跌落去，伊跌倒啦，因为伊咧看鸟啊，啊，无你看土卡，啊，结果看到迄石头个跌落安尼，啊，结果老血老滴啊。哦，啊，这都较伤脑筋啊。对啊，但是迄当阵就是一个工作人员留来陪伊，啊，因其他捣蛋要继续，因为咱袂当因为一个人。是影响到全部的人，对，所以就是到一个工作人员陪伊，啊，等下叫我家来。啊，是讲这种代志嘛是爱要参加的人爱有一个家己的自我讲哦。对，像昨昏听一个新闻，那么听了足艰苦，早起的新闻哦，讲有一个法官去爬什么山，啊，咱嘛知影即几工啊，风台，不是风台消息，啊，个超工要去爬山，啊，你讲这是不是？甲家己的性命在咧滚生笑，对不对？吼，咱听到真唔敢，这个法官是国家偌久才培出来一个人才呢，对，啊，为着，哎，为着要去爬山，啊，怎啊呢？性命无去，啊，佮偌济社会成本去甲救，咱唔是讲咱开这个钱不应该，可是这条性命是无法度去挽回的嘛，对啊，那是救会倒来的。不要紧，但今麦是真无彩啊！希望大家就是无论你做啥物活动，还是讲参加啥物时阵，拢家己爱先考虑着，自身的状况，啊，够天气，啊，够一挂种种的因素，再来去做。对啊，好，安尼嘛先祝贺老师过来，以后每一项拢是平平安安，无问题。是，今日就是有人讲，老师我要错出来，安尼你啊。好，安尼继续问讲，老师就是有足济学员嘛。啊，请问你就是报名的人，年岁上细，啊，佮年岁上大，差不多拢是几岁？我到目前为止吼，拖过的吼，上细汉的是5岁。5岁，啊，5岁，等于讲啊，下下叫。真的哦。嘿，啊，上济岁顶回有一个是八
八十二岁欧巴桑来参加，八十二岁欧巴桑，嗯，啊，伊当然嘛是爱听台语啊，对啊，你讲哦。我要去到位找这种专点跟我讲台语的，对啊，所以他很欢喜，听得很欢喜啊，你看这吓怕的，听得很吓怕，吓怕，啊，吓到这样呢，他说，啊，这就是我走过的历史，啊，可是我以前都不敢讲的，对，也没人跟他讨论，是啊，所以他说，哦，他很欢喜，三点钟他走透透，哦，阿妈比较快用咧，八十几岁对袂掉的呢。阿妈比较快用，连刚搞呛工叫你阿妈来啊。阿妈袂惊，我阿妈考得六岁，我都惊伤。哦，阿那是迄囡仔咧，囡仔就是伊代际是因为伊代际家庭，还是因爸母做回来嘛？诶，伊妈妈到底来、哦、啊？伊本人就是伊个代际家庭，哦、所以迄个囡仔。足够讲，足够讲诶！哦，今日比你哥还够讲，我知，可能比我较厉害嘛，比你哥厉害啦，一定诶，一定诶。啊，所以五岁囡仔去敢听有？有，是讲即落网络家己自由报名，我都无法度去讲啊，不讲诶，今日来诶观众、听众是几岁到几岁？嗯，对，哈，啊，即种。欸、我当然也是，比如讲讲到七点时阵，我感觉是虾米年纪拢听有，我就用较普通的方式。对，啊那某一点可能迄囡仔听无，你就小小讲讲慢，讲较简单呢。嘿，哦、啊，所以就用这种方式。因为大家拢知影讲二二八的事件，其实唔是就是咱，譬如讲咱去 Google 的时阵看到什么私婚的问题，其实二二八事件是一个足大的事件，但是不也是因为私婚这件代志，转咧变起来，嘿对。啊，真侪人拢就是讲，就是跟咱安尼一个小小的一点尔。啊，伊有一挂就是年代呀、啊，是讲其他的事件，我就想讲。五岁尔，我感觉起来是讲听这安尼会使。可是，一听二礼拜，伊怎样讲？哎、欸，我迄天会当休困嘞，因为伊头幼稚园迄落中班啊嘛。对。啊，伊怎样讲？二礼拜是和平日子，我是迄落固定的假日，你那有这个印象？哦。啊，我会甲问。啊，你怎样休困？啊，休困是虾米意义？在当休困？为虾米休困？哦，所以老师这用你的角度来去切入这个主题啊，哦，真赞的，听众朋友听到无？你有迄灵魂教过？我咧还在来去啊，朋友朋友，那听这囡仔买愈来愈厉害哦。哎、欸，想要问老师讲，就是你读那么时阵啊，读了就是咱用嘴在讲嘛。你感觉会准备什么道具？有哦，我有哦，一条线，比如讲有两点钟，有三点钟，我会准备一本搞搞搞的资料，有古早的相片，有现在的相片，会来去做一个古早跟现在一个比对，时空背景的比对。哦，安尼就是咱华语你讲的圣地巡礼。哦对，就是像迄、无啦，这是阮，我这是阮阿仔啦。阮就是放假来底做啥，啊，阮就去找迄个时阵的时代的相片，干啥？啊，阮就去迄个所在，得个相片摕出来，对不？嗯，老师立马是安尼吼。是是是是。哦，安尼，那么咱台湾嘛，咱的圣地巡礼咧。啊，老师现在主料你是安怎？有的是网络的公共文化宅时阵都会使。网络顶有诶。啊，有的是我家己去翕的。哦，你家己翕的。所以我去做这种比对。哇，无简单。啊，无多是爱摕到人的讲。哎、你这个是可以用的，哦，人提供给你啊，你提供，哦，就是这挂资料对啦，你真正就够的，反正没有啊，嘿，就是你那是要使用这挂网络的物件，是讲这挂人翕的相片冲啥，嘿，版权绝对拢爱清楚。哎、欸，那、啊、你那是要用阮的，你那是要用阮 Pockets 的物件，拍摄提起用啦，拢提起，别急哈，别搞问哈，想要用的用哈，那是要没歪的，卖搞讲的。除了相片，除了啊，搞完什么秋白呀、啊？有有，有当时诶，刚才咱那旅行团哇，对，我们就会提呀，对对对对对，对我来啊，是啊是啊，明天我会灰呀、啊，还冇唔对，啊，有当时啊，我咧做迄落抖音是买传人去做 DIY，DIY 哦，系啊、哦、，DIY 通常是做什么纪念品啊？诶、我另外有捌带过一个迄落英语的迄个公司的迄个职员哈，对，因本来是差不多讲五六十个职员，啊个家属要来，结果我甲写迄个行程哈，报名煞变百里个，哇哇呐，变去啊，变去啊，因为伊讲哦，啊够直接唐僧，我嘛要去，啊我嘛要操，我吓人啊，哪一个竟然上来，直接砍价啊呢，所以因拢总本来是五六十个，尔变百里个，变两倍，哎、欸，结果我有该安排三种的迄个 DIY， 一个岛内有三种的 DIY， 啊当然我一个人无法度，我都爱个找。四个朋友来倒出来，一个人出来二十个是上好的一个品质。啊，去做迄个 DIY 时阵，我爸上了，我姐上了都较无兴趣，啊有迄个带囡仔，这都较有兴趣，所以我去做 keychain。
起欠迄个寿喜莲啊，寿喜钳啊，哈，寿喜钳啊，啊个皮，咱做地杯的迄个扛的迄个杯垫哦，杯足啊，杯足啊，哈，啊个迄个石纹雕刻哦，真趣味呢，趣味呢，啊个船去啉大稻田上好啉的。茶茶哦，还有点心，吃茶还有点心吗？伊还有茶点哦，有加点心，有加点心哦，所以有无同款的这种方式哈？因为你再去行两点钟，大家嘛行个身啦，对吧？天嘛，哎，真呢，外口那上热，就来一个啊，室内活动嘛较趣味嘛，对啊，再行一个系列的，你看看白要天啦，是是，所以一团就变，本正过了这边变巴黎也是安尼来，哦，啊，像这种就是有加。这 DIY 活动，赶快加钱。啊，当然 ，DIY 就拢赚是算因的迄个材料费啊，跟迄个教迄个老师的费用，这温度、个介绍、个撮起呢，这温度无法度。所以当初是你写迄行程，就是已经建改工，差不多会付偌济钱。啊，对对对对，这全部拢是对啦，介绍拢是公开透明的啊。听众朋友，你唔通惊讲你去报名的时阵，会去用个介绍钱啥？无，这一切拢是公开透明的哦，免烦恼。对，好。继续问，就是老师的导览有 A、B 两条线，安尼那是人讲，嗯，我时间较无法拄好，干来咱紧接路线，老师会推荐多几个路线。诶，我会推荐吼，这是今年才改出来迄个店吼。对，我会伊个推荐去看这个 A 线，对书记咯。为什么你知无？因为有一个叫做保密局的北所。啊，保密局是什么所在？一定真侪人讲，哎，就是军方的什么什么单位，冇唔对。啊，这间较早实在是高价引导的祖产，嗯，高价可能大家较知影高进富呢，对不对？对，嗯。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伊真可惜，伊是高天宁头一个后生，嗯。可是二十五岁都冇去啊，这少年都冇去啊。是引导去当中那有一个所在合作高刷铁工厂。嗯嗯，啊，咱大家拢知影啥物？延平北路盐山雅齐啊，哦，啊，这里一路盐山雅齐啊边啊，都是这个不义为之的所在，大家拢唔知道。哦，所以今年这点是我先加这个主办单位，我们加建议。哦，厉害厉害，所以就是这个 A 路线。还记得A 路线，好记起来，听众朋友啊，A 路线哈，我那个这同啊，我们是同啊，网页坑起哩哈，大家当去看卖 A、B 两个路线，那真正时间超切的好，当然嘛是 A、B 两个拢会使，对对对，而且面顶有写讲的是咱台语的导览时间。那是你若有那朋友听无台语的嘛，不要紧，你会当找来去听华语的。重点、啊、重点是你会当了解咱台湾的历史，啊、嗯，有咱民主发展的过程，这才是上重要的。嗯嗯，对。啊，个也是要请问老师讲，到目前为止啊，用这台语导览吗？敢有拄到什么无哈多解说的状况，还是讲你唔知要安怎讲的名词？迄刚是就一个朋友拄啊，等来讲。哎呦，武汉肺炎这个疫情，伊咧讲疫情怎么讲？这叫做疫情，哈。啊，伊讲如果出现什么症状，啊，这个症状要安怎讲？镜头，哎，啊，伊就不要讲，我就讲，啊，这就什么镜头？伊讲，哎呦，我说啊，就是污染咯，拢赶快。如果讲，如果未晓讲，啊，就如果未个字。他刚毛朋友讲问讲，啊，我有那个后遗症，啊，就是病尾啊，就是老者病尾在身躯啊。系啊，对啊，其实拢有迄个相对应的事啦。除非讲是一挂较新的，什么外来的物件，那无其实咱拢有差不多的物件当。就是一旦外界艺术来讲啊，是。啊，你都讲了病尾，我搁甲你做起来迄个呼应哈。嘿，能讲。啊，这个人哦，就是古早古早的古镜头，咱讲的都是什么、老毛病？嗯，不是，古镜头有另外一个台语安怎讲？安怎讲？白母，白母哦，不听过吧？带白母啦，带白母，嘿，对，出事就带白母，嘿，你看我知呢。你是老人，这种少年的看不知呀，所以我都老人啦，所以我拢今晚拢哎。这个时间你跟你说你就真有趣味真心就会记得对啊都不用用去背就知道了那认真的吗连过家都不会那你问我阿母好不好过家怎么不会我以前因为我们家我们都说我阿妈还是说我们老母说做什么走在那里又去到过家还没回来我觉得是那就是南北地区的关系、因为我中华人他桃园人我可能我中华有在说我听下港人说比较多啦阿姨桃园可能就没在说对啊没听过
对啊，所以这就是语言，就是在接讲、接连，甲无共所在的人加讲交流啦。咱来当学着搁较侪无共款的物件，像我嘛是来就知影讲洗浑书是啥物意思啊？对啊，鸡蛋，听众朋友啊，鸡蛋的洗澡、洗身躯，就是洗浑书。哦，我呢过来没问老师，就是你导览结束了，刚有得到学员讲哦，什么什么什么，就赞的啊，是我参加过在历史啊，还是讲有跟你分享什么，就像你拄则讲的迄、那个。迄、那个八十多岁，对，伊甲你讲，就是伊当初是伊拄着迄个过程啊，是啥，还是其他告其他英雄的安尼、哦。我有一回，我那是在讲讲这个四万换一科的这个代志、哦，四万换一科。啊，我拢用什么方式哩？在对，因为我当年拢有甲总统府讨红包落啊，对，哎，红包落啊，拢是用迄、那个一科一科，不是十二生肖的，每一年每一年无同，有无？对，哦，对。啊，我用迄红包落啊，是啊，内底藏一科，对，嘿。啊，我分好现场的人，我拢讲。我现在跟你说的这是二礼拜的事件，可是那当中是1947年，我真大方哦，只能给你40,000元。有人来整个口来，像去年我就当了一家，我很感动，他们整个口来两个大人两个囡仔，所以一提到16,000，你要算好就好诶，吼，算钱我也算好就好，真好。我阿公啊，这是1947年的。钱，可是真可惜，1949年6月15日，恁家的钱变一块，一块，四万块一块，这可能对现代人是无什么感觉，嘿啦嘿啦。结果现场一个70几岁的欧巴桑，随口讲，阮恁当阵就是当着，我就是伊哭出来，伊讲，哦，恁当阵我恶起来，阮当吼穷噶。都无迄个四万块，咱去换一块。阮到穷无四万，连一块都无啊！你是什么人？所以你看，咱的钱，咱的财富，去有政府安尼一年中间，给你切到四万赔无去啊！哦，伊讲啊，气到要死。迄个和尚，伊讲伊70几岁，我足有想法嘞，啊，足足艰苦诶。我来讲，那我气个哭出来，钱呢？一定会啊！哎呀！啊，老讲有啥物，就是譬如讲有啥物囡仔，是啥物甲你分享，讲伊足感动啊，总算了解历史，有，搁加了解一寡历史。有一个小学6年诶，对，迄个国小诶囡仔，对，伊讲今日吼，我算真感谢阮老母找我来，对，因来参加这个导览，毋是免钱诶哦，伊是去参加一场爱800块哦。哦，啊，你看嘛，因到四口。是800块，四个人来3,000，所以这是爱笑的。一个小学两年，一个高中2年，是老爸老母算少年一辈，对吧？带囡仔规家口啊来了解二礼拜这段啊，对。囡仔甲我讲，这个老师讲的比我课本讲的，比阮学校老师讲的吼，更加精彩呢，对，更加精彩啊！我都未感觉这足安尼足严肃啊，足无聊啊。这个老师讲的这个方式，我根本就边背我都记起来啊，对。所以这个六年的小朋友，安尼跟我讲，我嘛感觉我足公营足有成就感。以前我当初听老师，因讲的时候，老师就讲，你听啦，感觉有兴趣学着什么，请你大力去宣传，讲给恁朋友听，讲给恁唔知影的人听，好更加侪人知影咱台湾真正的历史。我真正是听到足感动的，啊，你有哭？我伫遐电脑头前有哭，但是可能大家都无看，啊，看不到你去咯，吹暗内底你去无看的，目眶红红啦，目眶红红，你要唱咩唱歌？心坚定当，无啦，心就做阿爷啦。好，安尼说来就是上重要，刚上好不时间。老师，因为真侪人唔知影讲，就是日八馆啊，是免费参观的。啊，之前听你演讲的时阵讲，有一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来参观的人都无遐济，今日就和老师来推广者，好好啊，工商服务者，还是讲看你想要介绍啥，拢会使。因为即摆可是新的学期开始啊，对，啊，今年拄啊是75周年，有的人讲啊，70-80年都过去，啊，甲咱啥物时代？对，你若无去了解过去台湾是啥物情形，还是啥物代志，你哪有法度去掌握现在？啊，这个要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规划？所以我希望这件对台湾上界重要、上界影响，因为阮阿妈、阮阿妈即摆那底是107岁啦，107岁。以前有些人跟我讲一句什么话，我刚刚等我嘛赶快跟阮囝讲，阮囝我那30-40岁啊，嗯，囡仔人有希望吹哦，真的。这句话不是跟他影响二二八一段时间了，你看已经。
差不多过四五十年，影响足长的时间。嘿，这真正是可能规世纪，这个、这个影响个地。所以二二八对台湾，唔是干那，这个时间过去啊都无啊，是一寡无形的影响、嗯。对，就像进前迄，唔是，这个要加掉。但是像进前迄北高台迄美术馆，因坑的迄黄土水，伊的迄雕刻像啊是啥，因岛的人。以前都不敢說囡仔人有希望是處理有創這個東西絕對不可以說、因為他們怕說就是去被抓去或是說東西去被收起來是、真的是很大的影響後來在我們台灣就是都有體現出來是、對真的是很希望大家來了解這個歷史一定要其實我們了解歷史不是想說要改變什麼還是說改變未來是要用以前的經驗来做咱即马现代检讨，啊，个咱以后是要安怎做，会当更加好。冇唔对，对，阿妈先去做导览老师哦。啊，你去报名。老师继续。好，啊，是讲这两三年啊，多多我是等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每当出国嘛是另外一个好处，是虾米好处？你知道？在台湾，专台湾各管区，让我做一个真深度的迄个走读活动。所以更加亲力去了解咱台湾本土每一个所在真稀奇，也是古早拢无人注意的物件。所以这是这几年我感觉是另类的发展。对，多来旅游，加拓活动，一寡就是了解一寡咱社区、新区边的一寡故事安尼。嗯，好啊，老师就是听讲嘛，真欢迎就是学校做回报名对不？是，其实较早吼。那个二二八馆馆长，那个人我那讲科学无去啊哈，叶破文先生哈，几年前无去啊。伊迄当中来做法，和我真感动。为什么呢？伊就是拜托教育局，啊，迄当中啊刚开始时阿未有文化局，对，可是有民政局，对，伊就要拜托讲教育局发文全国的学校，对，欢迎你每一个阶段的学生拢带团来参观，对，迄当中真正我你是去上。啊、所以参观的学校、学生、老师很多、啊、现在可能大家我们有稍微频道因为网络很方便的对所以说我那边出门我也在网络可以看到所以我就不一定要去那现场可是我们有一句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一定你是怎么看所有世界旅游的那个活动你电脑手机开的就有现在你要我出国旅行，你现在看到 NBA， 吼、哦，你得电视用无迄落，看因拍球嘛，看个，啊，可是你去现场，你咪过下下掉，对啊，现场感受无同款啦。咱看咱的棒球，咱的野球，吼、哦，有临场感，迄当然就无同款啦。现场迄个感觉无同款，对啊，对啊，今个现场，亲身感受啊。伫咧网络顶听到老师诶，导览足精彩，去现场愈精彩，一定更加精彩。比哦，我想想要请问，讲那是一般的人。譬如说我今天是要找我们朋友去我们差不多几个人就可以报名集团上少我们现在这个是算、一个登记性都有在做的标案、就是几年当天每一个月有两团对每一个月有两团、这是免费的免费的、你如果要自己组团你就可能要自己出一些淡薄的钱、我们这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概念因为你另外用时间啊，过去了，咱导览的设备，我那最爱用水的，对，好啊，安尼先就可能爱一点仔费用。哦，所以就是看人数啊，个譬如讲时间啊，再来跟您计较，是再去讨论迄个费用。啊，但是一个月有两团免费的，哎、这是免费。资料拢会当伫个网站面顶看到，是无唔对？听众朋友听到无？免费的。迄个爱豆，你有听到无？免费的活动，你要带一团做会去。咱最近上近的一摆台语场的吼，是咧。在一月啦，在一月你来，好，我那个这主信，大在一月是，在一月吹过这场，好，台语哈，台语的东西老师，嘿，老师刚刚有其他想要推广的物件，我要推广吼，大家不管是世界多一国的人来咱台湾，想要真短时间、真紧的了解台湾的历史，嗯，对，我要建议你去三个所在去参观，三个所在啦，好，头一个就是。台北二二八馆，二二八馆，二二八馆，加二二八馆比南海路迄间资料搁较丰富，因为这是台湾头一间，头一间，哈，啊，一寡收人家家属迄当中嘛，捐足侪物件，所以这政府足侪。对，第二件，郑南榕先生的纪念馆，是为什么这个人那会遮好大？
啊，用伊个生命，干那咧推广两件代志，伊干那主张一件，叫做我主张台湾独立，我主张言论百分之百自由。即你要看，即嘛很粗细看，即你要简单的代志，伊人真爱用伊个生命来去抗议，简单啊，真嘞、哦。第三条，请大家去国家人权馆。林宽馆，一个景美园区，啊、哦，是去迄个绿岛园区，哦，你去遐看，都是蒋介石政府伫台湾，两个爸仔囝伫台湾统治要到四十年，安那对待台湾的在地的民众，对，好、啊，你去现场看，啊，甲你听人讲，迄绝对无同款的感觉，真的，真的。听别人讲拢是别人的感觉，但是你现场人徛伫遐，你只有迄种就是，哦，我在现场。我体会到迄种感觉，就敢那咱诶公司有一个节目，我定来看哈，我拢甲讲啊，这你也袂晓啊，啊这你也袂晓，阮头下个多一句我怎啊点起？你即马是伫伫家，你画得足简单嘞，啊你若去现场，你肯定可能了解。哎，有影真有影，真的啊！就像阮诶隔壁台诶，不是隔壁台，隔壁栋诶，因咧集资千金嘛，系啊，大概你写字。你平时写字做黑，但是你伫现场底下滴滴滴滴底下算表数，哦，紧张感，无同款的啊。对啊，你看像咱即摆平常时要算钱，迄通常来宾搞问讲偌济钱，偌济钱，我算袂出，算无。哦，对啊。好，安尼感谢老师教阮整理这三个资料。听众朋友啊，佮讲一遍，你若是佮记袂起啊，佮存转去哈。听啥？听啥？莫家己走来哈。好，安尼今日真正足欢喜，邀请到老师来。多谢老师。对，安尼连工，若是讲老师佮有啥物新的节目、新的活动，嘛欢迎你过来。好，希望佮来听到你办啥物国际活动，但嘛我内在去呢，嘛内在去。我老师来，我老师都叫来，听到来。欢迎欢迎，希望再相会。好，安尼时间嘛差不多啊。好。那呢，今日咱食饭啊！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进门，来请门，多谢大家努力。哎、欸，老师平常是走哪高来唱歌？我唱歌袂使啊！你叫我唱歌三分钟，我都导航啊！卖三分钟啊，唱三十秒就好。你叫我讲三点钟，我无问题。哎、啊，你叫我唱歌三分钟，我跟你讲，哦，我会惊。我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代志，你搞电工。